润发，要大润发，挂吊球跟他做润发，就算小输个几十万，看看口袋根本没差，帮你大小事就要问他，小姐们都想要数他的辣，边按喇叭车水电转到180，从南一口就飙到东，然后再一路飙到北，结果仇人给他藏在西，下场的肯定不交道歉，跟着他会赚大钱，跟他做都会倒大霉，跟他约会的妹站一圈，他转 K 应该知道谁，会是他，你看是他，传说中的那个大顿发，据说身高只有5尺多，踩在钞票上有98。哇靠，真的是他哎、欸，他是螃蟹吗？走路好鞋，比上学他的那种好鞋，三穿八算计夹在裤前。哦爹，我心已决，将来要当大润发。他直接挡住我在暗巷，周末出现在电视上面小明，你在工作平台怎么多点？王菲在你身上花好多钱，你竟然有胆，更加的有点，口出快看我怎么打脸。可是爹，我不管，大润发呀，大润发，挂掉球跟他走润发，就算小输个几十万，看看口袋根本没差，帮你大小都要问他，小姐们都想要数他，呵，那边按喇叭车水，从南一口就飙到东，然后再一路飙到北。结果从一天他藏在西，下场的肯定被敲到拳，跟着他混个赚大钱，跟他做都会倒大霉，跟他约会的妹站一圈他转。咱南部来的是安尼好，亚路海海工厂向操，下间细汉的唱袂歹，咱南部来就是安尼着，跟着帅帅，这伫我收人的对面，大咱很久天高百论少停摆。